外旋发球。大家好，我是泱泱，今天呢是我的人生清单的第三个影片，30天网球挑战。每个人生阶段会有不一样想学习或者想挑战的事情。其实呢，我这个网球课自己上了2堂，中间大概隔了3个月的时间。所以我想说好好的记录一下30天内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，最后我会有一个对打实战，准备开始吧。郑重欢迎我们这次的教练易教练。Hello。第一堂课都在做什么样的练习？击球、挥拍。但是因为你的第一堂课我已经去对面了，真的是蛮厉害的。通常训练大概要经过多长的时间？如果以一般一周一次的话，1年左右。其实网球算是一个真的蛮难的运动，仅次于高尔夫。这一次就会让你完全的感受到整个选手他从正拍、反拍、截击、杀球、发球，最后达到比赛。所以要像网球王子那样，这一辈子有可能达。可以，你一个礼拜记得来一次。准备开始训练。先跟各位打个预防针，今天这个风速大概是台风等级了，所以等一下如果我挥不到球是非常正常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先正拍的热身，从旁边跨过去丢球以后踩出左脚往前挥到肩膀。好球！要看到我的那个球路啊，轩基要去补那边，还没有推到，撞鬼了！不是这一颗，再给我一个机会。Hello， 肉身的作伴，教练你要澄清，我平常不是这样的吧？你看这两个在这里。那我们要加上脚咯。好，准备动作，一样转，二就开始跑，跑到位置的时候踩脚往前挥，打完都要面对球场。一开始跑，到位，三，很好。不要看这一个小时的课程，其实蛮累的，算是很好的心肺训练。好，换反拍，走。好球，需要喝个水吗？好，还是你们也要打一下。太轻松了吧！第一次吗？小学有学过，毫无颜面。这个刚好要摆好。那只好请知影去推推看。万一大家都会，那我这录什么？大家领钱。那我们现在正拍喽。好。我扎脚练都学得起，真的力气蛮大的。很棒，所以我要叫你跑了。等一下我会丢那边，跑出来打，踩侧边步，你要看着我哦。过他回来再出去，必须要看着对手。OK， 过去，走，手掌很好，挥挥，看这里，看这里 ，Go， 跑，加油，看球。好球！好累哦，加油！最后一颗，最后一颗，要传一下吗？可以。你要稍微来这里一下。好。就是在推的这一块，现在还没什么力量。好。从后面打到这里的时候，这里顶住，往前推。左手往前挥，哇！好球，好球，没事。哇塞，教练！好，来再试试看哦。好。2、3，没关系，打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打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打，没关系，推网子，对对，很好，推给网子，再一颗试试看，推给网子，好球，休息一下，来对打吧，好，前面，好来 ，Go， 好难，继续吗？可以啊，最后一次5颗，我可以，2、3，好球，2球，3球，4球，5球，快前面，前面，快点跑！你已经成功了。Yeah！ 好的，我们今天第一堂课结束了，教练帮我第一堂课打个分数好了。我觉得应该有90分，很努力的跑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。再來就是击到球的瞬间，都有慢慢去调整去抓。可以有机会成为选手吗？
小小达成今天的目标，因为教练有说今天的目标是要对打五颗，那我们的就下一堂课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是呢网球的第二堂课，心目中的网球之神就是费德勒。费拔退休之后就觉得说，天哪，我真的再不打网球，我就真的老了耶。想做什么，我们就立刻去做。今天要学截击，正拍截击、反拍截击加杀球。截击是那个网球王子的那种 A 四截击、B 四截击，跳起来然后这样，但没有那么激动。OK OK， 好，那我们开始吧，开始今天的课程，正反拍练习，还记得哦，记得记得。一二，哎、欸，真的有记得呢。一二三，哦，好球，有了有了，好球，这个很好。我是为了画面，先自己牺牲一下哦。三，再来，有风，有点害怕。来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正式练习截击。接，握不住的他。拍叫接，可以可以。拍叫接，最后一颗哦。啊、拍叫接，好，可以拿球拍。等一下，我们截击要握菜刀，拿切水果的姿势。我会切洛梨哦。你需要一个，不行。教练，请问有人来学网球，然后看网球王子很激动，说想要学一些招吗？没有。我太中二了。看球、哦，一。二可以哦，一二，哦，再来，教练吓到，反拍握紧他碰一下，好，一二一二，看球看球，再一次，一二，对，好，现在你要把球推到这条线后面，放推放。推推推推推，因为我越用力反而越难出力，有点生活的道理在里面。但我觉得截击超好玩的，我一直想到月前龙马，还是我们靠后置。海星有办法吗？滴滴，这样，来指着它打下去，一定要在你的这一块。好来，预备，举起来，发下去，哇！发自内心的哇了一声，我真的没有打过网球，各位啊，没有了。大太阳很难哎，哎，这怎么办啊？正常会用左手挡太阳，哎，那我试试看，有点难，我有时候都挡不住哎。再一次 ，Go， 哦，真的有点难。哎，你等一下可以帮我示范一下吗？杀球，大力的，哇，会杀人，会杀人，会杀人！2019亚运金牌，好危险，欺负人吧。杀完球回来到他后面 ，OK， 往上，对，回到他后面。好，来，我们最后六个，对，太远了，再一次，好，脚在后面，二。好。今天呢，第二堂课我们学了截击跟杀球，教练觉得我今天的表现如何？蛮好的、啊，你的第一球杀球我就吓到了。脚步再调整一下，好好好，球的距离自己要再抓一下。那网球60%-70%都在脚，脚真的很重，所以很会跳那种街舞的人会不会很厉害？很忙的，对，很厉害。如果有很会跳舞的朋友们，可以来练练看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玛利亚很会跳舞哎，那可能不太一定。所以今天呢，你觉得算是及格之上？及格啊，下一次就会发球。通常发球多久之后才会练到？如果每个礼拜都上一次课的话，至少半年吧。哇哦，这是做不可能的挑战吧？发球是真的很难。好的，那今天谢谢教练，谢谢。第二堂课成功。今天呢是第三次的网球课了，戴这个帽子好像没戴一样，没有遮到我的眼睛，所以还是我们今天就先不上了。今天要学什么呢？最难的发球，我要打外旋发球，可以吗？等一下会教你，但是很难，今天会有点累，因为你要先复习上次学过的，最后再加上发球。好，没问题。Let's start。现在是网球热身。哇！哇！我打到 GoPro 吗 ？Sorry。我又要打了。喂！你们是 GoPro 防撞测试。太近了。
接下来是截击热身杀球练习。我们要捡球，然后发球。我还没有抓到挥拍的弱点，难度大概五颗星，加油！哦，你必须要抛在这一块，好，脚在差不多这里，然后手可以先有点像要丢棒球的感觉，哦、再高、哦，你可以自己接。刚刚在装笨的。再来。好，可以可以，拿在这里，然后手丢起来，往前打过去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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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动不要动啊！我会动，哇、啊，太远了，吓到球拍掉了。哎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，好球！好，我直接教你的，右手丢，左手摆。不对，啊，太低，往后摆，等，对对对。好球哎、欸！然后发对角，好，没进，好球。其实你第一次发球这样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所以我可以学外旋了吗？但是会有一点难。好，我要学外旋发球了，各位。一碰到球你就要撇出去，碰到球你就要转、哦、外侧、哦。对，OK OK OK， 成为月前龙马不是这么容易的事，感觉好像有一点。啊，不行，太低，外圈发球，有了，耶、yeah! ，好开心啊！对，有了，有了， yeah! 我今天学会了外圈发球，上完第三堂课了。教练觉得我的表现如何？我觉得你发球出乎我意料，出乎意料的好，是不是？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。真的打比赛就，教练真的要好好的 cover 我。下礼拜另外一个教练他是易楚环教练，所以下礼拜就会有一场，这是魔王关卡、欸、教练讲一次魔王关卡、欸、没有被我骗到。下礼拜验收，我们有准备一个礼物了，跟费拔见面吗？我本来是今天的课堂会给我几分呢？90分，哇、哦、超高分耶、欸、慢慢都有抓到感觉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下礼拜见。今天呢，就是我30天网球挑战的验收日啦！特别感谢 Unix 提供我这个网球的套装、网球帽跟那个网球上衣，还有鞋子。首先要介绍我的好 partner， 以及这次教导我的教练，欢迎易教练。教练，我们可以吧？可以。虽然我找了一个非常强的对手，先欢迎 Jonathan。前一天还跑来练习，我说你练什么？没有，前一天跑来打完第一次，你打得好吗？他说，嗯，我应该是费德勒、费德央这样子。教练一直称赞我，给他假的信心。对，今天 Jonathan 的好队友是台湾的网球国手。今天赛事会比较特别一点，进行抢四局的比赛，自己个人跟他们差太远了，所以我个人的一些小特权，其中一局就让他们换球拍。第一局我想说先使用那个平底锅，那如果再不行的话，还要再换一次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说了算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先进行比赛喽。特别的惊喜，还要加，大弟，你有想过费德勒的感受吗？我没有。我们赶快进行比赛，第一届泱泱杯网球赛正式开始。哇，嘿，哦，耶，来，你的，给你，给你，哈哈哈哈，我就是哎、欸！啊！我再来，注意！啊，谢谢！他有想过他教练的感受吗？哎、欸！找球打，找球！欸啊、超难的！来！啊！给你，好球！喂！嗨，现在1-0，我觉得我要先使用平底锅。平底锅，你再输我真的没办法。啊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前面前面前面，哎、欸，平底锅嘞、欸，拜托，哎、欸，耶、yeah! ，还有一球，还有一球，真的进得了，好扯哦。这个怎么卡、啊？这个进不了。哎、欸，看着前面，前面，前面。太荒谬了！球、欸、姐，
Come on！ 不行，我的任务一定要接到一球。看球。等一下，2-0吗？有了。你的。哇！你先。你的。给你。对。去吧你！啊！耶！教练你好棒！这可以炫呢，我刚刚炫到球。我来！哈哈哈哈哈！教练！我就去！你打你的，你不要一直笑好不好？不要！来，前面，你的球一个2-2平手。哎，哇！你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加油！给你，我来。哎呀！不行，我要再上诉，请上桌球拍。Right！ 哎呦！耶、yeah ！下一局拿钓鱼竿好了吧。差一点！3-2，让他们拿回来了。当世界恢复公平的时候，就自己小心一点。好。哎、欸！看球！有，小心哦、喔！哎、欸！看球！哎、欸，第一吧！哇！啊！感谢贝德央，谢谢，我真的太弱了吧？感谢，虽然说这个比赛结果我是相当的不服气，但我觉得我这次还不错的是至少我有发球有进球，对于我个人的这个目标，我觉得算是有达成，我觉得蛮开心的。央央只有学这么短的时间，然后可以打到这么厉害的水准，所以我们团队有讨论，我们决定送央央一个礼物，不要因为输国产就放弃。我们送你一支全新的球拍。我跟你讲，我接下来不得了了，马上就膨胀了。大家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等我练好之后，我再办第二届。两位有没有觉得这场比赛太简单了？其实不会，因为网球是真的要持之以恒的一直学，才有办法跑动的打。其实你的发球是有吓到我们。我一开始学觉得蛮快上手，但我觉得途中就是还是会经历一些挫折，真的要多打多练才会变更好。但我觉得可以认识新的网球的伙伴们很开心，之后也会继续来打网球的。那希望大家也会对于这个网球的这个运动有兴趣，那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来台北网球场一起打球，搞不好会遇到我、哦。那我们的网球挑战成功，耶、yeah！ 喜欢的话可以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每个人生阶段呢，都有不同想学习或者是挑战的事情。这次的网球挑战就是我一直都想要学习的运动。借由这次的挑战，记录了4堂学习网球的过程。一开始真的觉得自己好像很有天分哦，没想到想成为网球王子是没有这么简单的。几堂课之后发现，一开始能够打到球都是教练喂球喂得太好了。在对打过程中呢，也会判断球的落点，也比预期的难太多了，常常挥拍落空，真的是要靠长时间的练习才能够熟悉。在短短30天内能够进行双打比赛，我已经觉得非常感动了。虽然我们单看比赛结果是失败的，但我觉得过程中的学习还有成长都是自己的。打网球真的很开心，我会继续打下去的。